帮一些要有关，因为绿色大地它是一个，就是说，在我们绿色大地，你应该知道吧？它是一个理事单位，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的一个理事单位，然后我们是主管整个中国绿色食品的一个市场平衡这一块，我们负责这一块的。所以的话，全中国大概是有400个认证的基地。 然后就有差不多是20000多个单品啊，将来我们绿博龙这一块的话呢，它就是做成一个平台，然后在珠三角或者是发展到全国啊，我们都会做这一块。所以你说我们一个质量啊、价格啊，我们是有优势，绝对有优势的。然后我们现在面对的客户都是比较大型的企业啊，包括国型单位，像看守所啊。 监狱啊，市政府的饭堂啊，然后我们是面对一些很大的，包括是几百、几千人的一些企业，我们都是面对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后面就是一个超市。昨天我们跟那边香港的同事谈的一个，就是谈的是我们可能会打进先进香港的一个吉之岛啊，或者是做那些超市。我们也是刚才给你的图片的那个，这样进不去那边。 然后可能在将来我们会做到，包括澳门这一块的，澳门是昨天刚好有个客户过来，澳门的客户，他是也是商报的一个记者啊，记者跟他们的董事长过来，我们这边昨天一起过来的。那就广州呢？广州的地理优势是非常有地理优势的，因为呢，你一个是华南的中心，你覆盖所有华南的地区，而且你离香港也很近，香港也很大的消费地，而且澳门也是很大的，而且就东南亚整个的地区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你离那个华东呢也是很近的，对吗？你是这样。那我就问你，就说您怎么来开展新客户？ 新客户这边现在目前呢，是我们总部那边在负责老总，老总在负责客户经营。就是上海的分公司，上海的总部这样。不是，我们广它是香港呢，是有我们香港也有绿色大地的，香港绿色大地是负责那个进出口这一块，然后我们珠海的绿色大地就负责基地啊、种植啊、人员培训这一块，然后广州绿色大地呢，它就是负责那个品牌啊、销售啊这一块。 所以，然后都是我们现在这边的话，都是由我们的执行董事长负责这块客户啊、开发啊，或者是都是他一手策划。对，也就是你有能力在不同的分公司都来开花，对吧？假设说你有，你比如说你有香港一些企业管进出口，就是直接从国外运出去新鲜水果啊。那么你如果是假设说你有新产品的话，你会怎么样呢？ 新产品我们专门有一个设计部广告部这边会帮我们一系列的设计，他帮我们做的，我们都有这个 IT 部啊、网络这边啊、网页啊这块都有专人负责。就是你珠海有办公室，香港还有上海，香港上海啊，还有这个还有广州，我们广州有3家这样的工厂。 一家是在石矶，这一家是在广州，还有一家是在建的，就在南沙那边。对，也是他们也我们这边广州这3家配送中心，主要是做配送，加工跟配送这一块。对，那你也是做的非常独特啊，在中国这一块。对，是差不多在中国来说是首家这个，因为我们是零四年开始已经做这个这一块，零四年开始。 现在我们的新计划也是作为一个真空包装的冷藏运输，冷冻店运输，然后到香港、澳门，包括我们将来打进的一个打新超市啊这块。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消费者对这个健康食品、益生菌啊，对，就是说你要不光是这个种植的方式，说吃到身体里面可以，他们的胚胎啊，是这样子的哈，他们需求要非常。将来我们这边前面绿博龙建起的一个平台以后，我们是有出试纸的，我们所讲的就是从哪个产地种的，哪个工厂加工的，哪个是销售或者是代理的，然后直接把货跟这个资料包括我们的检验报告单都会随货到中端客户那里手上，就像我们现在送给广东的那些货也是同样的一个，我们的检验单全部都是。
是非常的安心。对对，而且我也看到你们就是说非常正规的管理，而且有你有正规的就卫生的检验啊，化验室的准则啊，还有那个产品的流通啊，这样子啊，那很棒，那很荣幸见。